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就带了那个就是最新版蓝牙耳机，就是现在还带着，就最新款，就是，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就白色的，就是最新款耳机，现在还带着。所以说因为这个耳机的缘故，那个声音就不怎么可以听得到。大家也可以学我这个方法，当当当当，最新版无线蓝牙耳机，这个耳机很湿润，然后耳朵很舒服，就戴着就是不怎么能听到外界的声音，所以说这个耳机大家一定要购买，很便宜。就周围特别吵的话，你就可以戴我这个耳机，效果特别好，很湿润。